乐什么？你乐什么？最幸福的时刻已经让你给亲手毁了。你知道一个男人单膝下跪手捧钻戒需要多大的勇气吗？你知道他要花多少心思去准备吗？你光看到他的幼稚，你没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吗？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承诺吗？你以为遇见了未来婚姻中的种种问题就代表你成熟，你高瞻远瞩？你所谓的理性分析其实都是因为你胆小，你懦弱，所以你想要一份有抵押、有担保、有可信度的婚姻。对不起，那是没有爱情的婚姻。对，那是没有爱情的婚姻。花哥，哎，先生，您刚点了一鸡蛋羹，再点就三个蛋了，是吗？那算了算了。哎，别，他爱吃鸡蛋，都点上。还有一只叫花鸡啊。对，叫花鸡。不是，那菜可能没了，他们一天就做十只，是吧？对，但是冯小姐已经预定好了，我们给您准备着呢。都预定了。啊。来，你再点点你那个想吃的菜。没事儿，我不请你吃饭吗？你爱吃就行。我爱吃的都已经点了，来甜点吧。够了，真够了。对了，给我们来一瓶啤酒，再拿些冰块。啊，好的。你说咱们有多久没来这个馆子吃过饭了？上一次不就去年吗？你跟小仙儿还有我们仨一块儿来的。当时啊，你就说这家饭馆是你这辈子吃最好吃的。是吧？这你都记得？那当然。我记得你好像也是挺爱吃这个馆子的。我怎么就不明白，那个黄小仙他死活都看不上这地方，弄得我们俩这一直就没有机会来这儿吃饭，就给我馋坏了。是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慢点，啤酒还有冰块。好嘞，谢谢啊，我自己来。你请慢用。哎，我来给你哥，你放哪，你坐着啊。就知道你喝啤酒爱吃冰块，爱割冰块，都对。你这样我有点不习惯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？我不管你以前是怎么过的，反正从现在起，该我对你好了。你喝呀？不是，我一会儿。喝一口嘛，喝嘛，喝。吃嘛，哎呦，别噎着！我真吃不了了，嗯，我完全吃饱了。吃爽了吗？嗯。明天我给你做，一定比这顿还好吃。真的？嗯。以后我天天给你做饭。我同意了。怎么？不是向我求婚了吗？我同意了。啊？真的，你向我求婚，我先告诉你，我同意了，陆然。不，等会儿。那个，佳琪，我要跟你先打好招呼。我昨天刚给我家里打完电话，我跟我爸说我要结婚，缺点钱，我让他赞助我一点，但是我还不知道他能给我多少钱，我这还够不够房子的首期，最重要的是那个戒指，我昨天给退了，好吧？啊？我已经答应你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是你的妻子。谢谢啊。佳琪，你这什么呀？有谁求婚成功了说这个的？那，哦，
这应该是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辈子从来没人对我那么好。你忙忙叨叨跑来跑去，还爬到梯子上，忙得满头大汗，还借口去厕所，回来的时候又慌慌张张的找戒指，结果没想到那个拉小提琴的又出来早了，你就特别尴尬的跟他挥手。我相信我这辈子也不会再有人对我这么好。我以前对你太苛刻了。太苛刻了，没有没有，陆然，对你不公平。没有，你真的没有没有，你真的没有对我苛刻。我不觉得你对我有什么苛刻的。我其实确实是因为我没有能给你，不是佳琪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等明儿钱一到，我先把你那个一克拉给整下来。服务员，买单。